方才的演奏者就是本次的评委青如公子。青如，妹妹不喜音律可能有所不知，这青如公子啊，可是琴圣慕白的徒弟，传说他风流倜傥，一表人才，更是抚琴的高手。啊，原来如此。好曲，谢过青如公子。姐姐的琴艺真不错，谢谢妹妹。冷姑娘的琴艺着实高超，接下来且听我爱妃云璇的弹奏。这李居琴不愧是我大燕国的开国皇帝送给皇后的礼物，果真不俗啊。